看见了远去的人，是他和他曾陪我走过生命里的淡淡早晨。推开记忆的门，尘封往事一幕幕一幕幕，似幻似真，有悲有喜，有爱有恨，酸酸甜甜，消磨了青春。感谢那些事，感谢那些人，感谢那一段段奇妙的缘分。啊，人生原来就是和那些事那些人相遇的过程。感谢那些事，感谢那些人，感谢那一段段奇妙的缘分。啊，人生原来就是和那些事那些人相遇的过程。大林啊，拍摄我的早间哦，心地建议考虑好，忙你他们这个规矩。对不起。八位刚有什么去顺顺看看？不用，打扰你。你点家好好休困去。稍等下，我再转来给你看。警察找到，阿明先生，无要紧啦。那个小查某的心情，我都上了解啊。恁两个吼，嘴塌起都拢无代志啊。会记啊，是咱讲遐有诶无诶。是，同意。困真久啊，你知影？啊，我想讲叫袂精神，才用水解渴。啊，你嘛感觉安怎？我感觉头足疼，规身躯还搁较疼。哎呦！哦！脚嘛无力嘞。哎！你着爱继续食我给你的药啊！这就是药性在行吼，一定有这款反应啦。这款药啊，即摆伫台湾哦，还阁算是禁药。其实讲哦，我有几落个日本朋友哦，拢食我开这款药啊吼，脚做起来怎啊好起来？你嘛是同款啦，药啊继续吃。
烧酒唔通饮较济啊，即摆饮较少咧，唔通参像张阿妈哩啊，饮较醉蒙蒙啊，叫啊叫袂醒哈。我昨暗饮烧酒醉啊，无唔对啊，我讲啥物唔对话无？但我嘛醉到今日早起才清醒，你有讲唔对话啊无？你家己才会知影。总经理，我感觉今麦卡有较轻松啊呢，你的药真正有效呢，有感觉较轻松啊？有啊有啊，药啊一定爱继续吃，你的卡一定会好。卡若好，我敢甲你保证，你一定会当回去警察局复诊。多谢总经理。去洗一身躯，换一身衫，咱招友起来吃饭。好，好。总经理，友起有较好无？迄有新的人哦，哇，胃口偌好个啊！困一个头爬起来，你吃一块点心落，哪咧吃点心落？哪咧问我讲阿达，阴暗暗淡要去倒位啊吃？好啦。我先来洗身躯了。好，好，好。精神念咪就好啊！小等下我再带你来吃西餐，啊，你若有兴趣哦，我载你到天尊来四界试试。太白，我拢照你的话做啊！你答应要保护我巴肚内囡仔平安，你嘛爱做会到哦。有心的人吼。过去感染着这款垃圾病哦，这若送去北京病院去，伊一定叫你将囡仔甲摕起，死落嘛袂当活。袂使，囡仔袂使摕掉啊！这种垃圾病拢是志伟传了给我。启白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来救囡仔，我求你。你放心，我比你更加关心你的囡仔。一定要让他真安全生下来，你这么巧的人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嘛，啊？我知道你是要利用我跟你囡仔，啊，不过我把囡仔生下来，什么我都不要紧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唉，别烦恼，我研究西药一二十年。我的医生吼，药也无法多通好救你。你若吃我给你的药啊，吼，你母我囝足安全的。啊？你的药啊，真正袂害我囡仔。哎，戆人啊！你的囡仔吼，若是去有歹去哦，对我完全无好处，你知无？你都要知影哦，即马你甲你的囡仔是我的宝贝呢，啊！我一定会好好啊保护你母仔囝，你放心啊。妈，换物件来啦！吴老，你找啥？吴老。啊、我不是叫你在病院挂下袂你，啊，你不是讲你人足忝，要回来好好睏一下。是啊。啊，无你在找啥？我在找一支薰吹啦，甲外国的薰草啦，啊，我嘛唔知甲我掺掺去倒下去啦。干嘛呢？兄哥，你哪里找穿啊？啊，就免找啊，我收起来。我是惊警察来甲你敲了，而且我
我烦恼，你为了玉器的代志，无顾虑详细的用情。啊，若出代志，我要阻止都白付啊。无啊，无路啊！你最近哪会结交咧古古毛毛？啊，这也要动，那也要动，遐尔啊无胆啊！拄则我要甲玉器硬带转来，你也给我阻挡。青嘞，青红啊，我来找别个面会。就是讲啊，尤其家穿要甲大吼，我硬要带上来啦。雄哥，啊，尤其是你的查某囝，你应该真了解伊。来啊，啊，你想看卖啊？啊，我亲目睭看到大阿明辉是安怎对待伊，而且你打电话转来，你嘛有听到啊？尤其伊讲，伊足后悔。啊，是安怎？咱带警察去，伊点都唔对咱转来，伊一定有啥物苦衷啊？伊都受什么苦衷吼？咱更加吼，本来无差伊啦。雄哥，你放心啦，天众吼会保护伊啦，对不？有，来。啊，艾美丽出代志，天众应该知影，应该来甲你通知啦，无啊？哎呀，敢会？敢会等下明辉发现，天众是哪个人啊？家己就真危险啊！那好多来保护尤其。兄弟，啊，你去陪伊个艾美丽，我来找天尊。不咯不咯不咯，啊，侵害我！我敢做你去啦！你快点吃吧，我妈还有静莲，他们到台北去看热水，我是怕万一有人看见我们单独在这里不太好。哎，我够了，其他留下来给小孩回来吃吧。不用担心啊，医生说，他说艾美丽的病情很乐观，他相信应该他会很快就醒过来。不是担心艾美丽的，我是担心天俊。从他手上搬到陈明辉那去了，就没有他的消息。说了，趁奶奶今天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把话给你说明白。你又想替天俊说什么了吗？叔哥，如果天俊再来找你的话，请你马上跟我联络。我真不知道陈明辉会对他怎么样。是啊，我真是弄不清楚哎。我正想问你跟静莲，你们明知道他现在在帮陈明辉做事。你们不但不怪他，你们还一直帮我牵扯跟他在一起。我不管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到他了。他是到陈明辉那做卧底的啦。什么？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到陈明辉那儿去抓陈明辉的证据。你不相信是不是？陈明辉这个人太狡猾了，跟一只狐狸一样。你如果不接近他的话，证据就根本找不到。那天俊呢？他又不甘心小秋跟吴志伟冤死在他手里。所以天俊，他为了取得陈明辉的信任，他怎么？可是以陈明辉的个性，他这么狠毒，如果他知道他是卧底的，那天俊不是死路一条了？我相信天俊不会那么轻易就被陈明辉给制服的。以天俊他那个聪明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对付陈明辉的。叔，我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，你一定要保守秘密，多一个人知道，对天俊就多一份危险。还有，你现在应该可以明白为什么说要将你的终身幸福交给天俊？因为他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五郎，我先回医院，让我们衷心祝福天俊能够平安无事。
在心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天子，李秉钦那家太广，话不要。但你会对你起疑心哦。上个爸讲过，这个人哦，从来都唔相信别人。无啦，我无代志啦。我是看有气哦，有时精神好，有时精神歹，啊，真忝安尼啦。甲你同款，啊，你看起来嘛是足忝啊。是嘞，我最近感觉体力真差，做哩暗哦，我搁啉烧水水，困几暝嘞。做你安，我暗暝你都是做你失踪啊，一直到今日才找到啊。你在讲啥？天尊，你袂记得你去谈物件是要张掖狐狸尾，啊，结果嘛是发生遮出代志，咱也是对伊无法度。今仔日啊，你无啊去因厝敲，嘛找无证据。你刚刚没发现暗美丽是被他拍到伤，才等你上来。啊！我刚才是偷听到陈明辉在打电话啦。伊有讲到后礼拜会到家啦，所以你甲上哥一定要赶紧甲船准备好势。这摆机会若搁失去，就真歹定下做啊！我先来走。这个心跳和血压都已经恢复正常，剩下多些皮外伤应该没有多大危险。神奇啊，要不过已经静了一日拢也无精神啊。继续观察了。都给你啊，你看你的手啊，连结婚的手指都唔捌大过。你若是佫无清楚哦，你这世人无翁无仔，连我还佫不如呢。起码我伫个好啊，还佫生过一个呢。啊，恁紧换过来吼，从头家娘的手吼，甲娘换安呢，咱来大声哭呢。吼，啊，将伊的魂魄吼，啊，我身上吼，甲扣转来哦，啊，佮大声哭。真关心艾美丽啊，啊，不过医生有讲，伊无危险嘛。啊，新闻，伊的新闻已经断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去门口靠，来来来。嗯，让开门呢。你拢去门口靠，等。好。这边这边这边。出家了吼。艾美丽啊，爸爸拉讲话吼，真对啦。你连结婚生囝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你都还袂做，啊，就放阮做你去。艾美丽啊，我知影你真爱水，佫真爱钱，所以我用叫母龙来做咱的证人。你若是紧精神，看你爱甚物珍珠贝露，我拢会买予你啦。雄哥，雄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这这这，手来叮当哎，哎，哟，啊，一定有听到你讲的话，对啊，哎呦，哎，手你都买好啊，年纪你买啦，艾美丽啊，卡叔你也无介哦，我只换一卡较水给你啦。
唐根娘，唐根娘，啊，你把这背后经看好清楚。啊，这把手指你有介意无？啊？唐根娘，母老，精神了嘞。哎。顺哥，跑给你们暗笑，啊是你较知影啦，啊？无啦无啦，我是讲哦，啊头家娘是互你感动着啊，才亲切。我来叫医生。哦。爸爸啦！啊！叫医生啊！不不。你讲什么？安娜。哦，我知影。要看上课上夜，这卡酸啊，有够粗无？对不？是不？啊！哎，你啊，你放心啦，我讲过的话吼，拢遵守啦。啊，都有无有龙啊啦，甲爸爸啦，因做证哦，袂顶打啦。哦，看你个爱啥，我会买予你。要唔过，你已经精神起来，那我来敬啊。对啦，头家娘，头家娘，你是想要较大粒啊酸啊吼，你就较紧好起来。你去敬啊，呛死呛死呢，啊，听着无？哦，哎，哎，醒了醒了醒了，姐姐，蔡小姐清醒了，你们跟她说些什么？这么有效？安怎啊？你心跳那么快？啊，这我知。哦，阮头家娘吼，大概嘛听到甲钱有关系代志，哇，伊的心脏哦，拢会跳足紧的呢。就睡了嘛。好巧，你们两位请帮我找蔡小姐。嗯，对不起。请问蔡小姐什么时候可以跟警方叙述这次意外的经过？金牌医生。好啦好啦，有啥物话哦，等头你较清醒才讲啦，哈。我今天就叫伊出来就好。别别别！好，宋经理带尤其小姐出去。啊，有交代讲，这药要交你。好，多谢你。化验结果出来，是毒品对无？即摆人证物证拢有啊，看陈明辉要走伊倒。是安怎？是毋是药仔分量无够？化验袂出来，袂要紧啦。迄个药仔吼，伊大概拢会摕给我，我搁摕一寡来给你啦。吼，唔免啦，摕较侪来嘛无效啊。我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一条你的药啊，根本就无毒品的成分，是一般消炎药啊。哪会安尼嘞？是不是化验了唔对去？我明明吃迄落药啊了后，规身躯拢无力，头壳晕，搁会起胃寒。安尼是不是顶少侪啊？
啊，这种情形吼，甲酒精中毒同款。我较早嘛捌安尼，而且小林嘛讲过，这药啊已经化验两摆，绝对无唔对啦。好佳哉，唔是毒品。不过你烦恼，万一化验出来真正是毒品，安尼你唔是甲阿哥同款，拢是验毒犯。尊公，你去用陷害，你都有吃毒品的前科，都袂当回去做警察。想袂到我让陈明辉害到这个地步，阿伯你清醒啊！啊，这两天哦，医生已经同意让伊接受警方的调查。你连阿咪就会指认，陷害伊的凶手是陈阿明辉啊！艾美丽是脑震荡，伊头壳敢有清醒些？伊话哪会用得相信？你最近身体无啥好，紧张才会乌白伤啦。我看，你也是暂时卖转去淡水遐好吧？袂用，即马阁加一个艾美丽，予伊陷害的人愈来愈多。但准讲，即摆是我过头紧张啦，以后我一定会小心。咱一切也是照计划来做。对啦，伊敢若阁接一个电话，伊应该连伊都去通知上过。去接应招数的时间甲地点，咱袂用即马就放弃。伊今仔精神较好啊，啊，我来问医生，看是毋是当人去讲的。麻烦你。警官，门口服务台敢若有你的电话，我若讲警署发来。你给他接住，好，谢谢。医生，啊，你是主任叫你来的吼？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今仔日吼，头壳有较好呢。嗯。啊吼，所有的代志吼，我拢会记的哦。会用的哦，甲警察讲话安尼，哈，啊医生，啊你哪有同意哈？你看，会当甲警察讲话啊吼，好不？啊！我不是医生，你不是医生啊？听清楚，我这款话干哪甲你讲一遍。你若敢比警察加讲一寡不应该讲的话，你的心也会上恶语气，会甲你同款啊！多光的布地来等山顶卖入去，一个都免想的活。听说已经可以做笔录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好吗？蔡小姐是不是人不舒服？那没有关系，我们慢慢谈好不好？我都不知道啦，你不要问我啦，我都不知道啦，我头好痛，我头好痛。不要逼我好不好？你们等我这么多，好不好？不要激动嘛，好不好？我不要问啦，我不要告诉你们啦，你们出去啦。好好好，我头好痛啊。蔡蔡，你不要激动嘛，我们慢慢谈，好不好？你们慢慢来。我不要跟你谈，我不要跟你谈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子很重要的。等一下，我不要谈了，你们出去。今天的办公啊，你想我去办？免烦恼啦，我当然会烦恼啊。警察甲阿美丽讲话讲啊久啦，啊，讲台湾明辉的代志讲伤多，对来讲是愈危险，我伫咧看嘛。
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是不是可以去抓那陈明辉了？你们老板娘啊，跟遇到金光党一样，事前毫无知觉，现在一点记忆都没有。他怎么想啊，都想不起来当初怎么被打，怎么被丢弃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们那个老板娘心眼跟那个针一样小啊，知不知道？谁要是得罪他，他半夜都会去找他算账。啊，陈明辉差点把他给害死，他不可能就这样放过他的。他现在连陈明辉三个字都不认得了。真的好可怜。我啊，现在要去问他们主治医生，看看是不是因为脑震荡，所以事情都忘记了。我。若是阮的心情是阮的过去，你爱看乎伊明。推开记忆的门，我在心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这几台物件还无人来哦，啊！谁个无来？迄我的呀，迄客来啦，客来啦，人迄上个月送我的酸辣料，酸辣，客来啦，来酸辣，来酸喽！嘿，我计是你什么代志拢袂记哩，连伊个嘛臭伊啦，啊！我想讲哦，才有伊了，再甲你。再给你讲不通了。哎呦！啊！安娜，安娜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哈！我疼啊，要死！没有。啊，脚疼！脚脚疼！啊，我脏哦。嗯。今仔日也是明仔代志，我袂记啊。哦，干嘛呢啊？阿雄哥跟你讲话，你嘛一定袂记得啊，对不？啊？啊！安尼我看，我就来跟爸爸那因讲。我拢唔免做你的结婚证，阿妈唔免请人客啊。阿雄哥定做的石碑路，会当等我王梅清。阿公公公，阿雄哥讲哦，要过去买一个较大件的船啊，要给你，我靠，拢免啦。啊？拢免啦，拢免啦。你的客兄讲啦，迄是雄哥亲自甲我答应的，伊要甲我穿的，要叫你来做证人哦，迄是的，予你面子啦。哦，你安尼大主大义哦，你想要吼，嘿，甲我取消我的婚礼？我咧讲，假使恁祖妈嫁袂出去哦，我就去恁家哦，予你当做妈祖来服侍啦。嗯，你甲我听得清楚，哼、嗯，来我即届吼，我的头壳经过即届的吼，迄脑震荡了后，吼我跟哪哦，迄怎么达共款的，钢筋钢筋哦，我清楚的呢。啊好，啊四五公钟哦，人甲你拍甲全伤。等下耍令，啊是不是陈明辉做？嗯，哎呦，头壳够少疼的，哎呦，哦我头壳怎么跟咱咧地动呢？哦，哎呦，疼到用要动袂调啦，哎呦，迄歹代志我拢记袂起来，记袂起来，像讲吼上课要甲我娶要结婚的代志，我拢会记的，哦，足疼。好，好。你若唔甲警察讲吼，我家己来找陈明辉算账。啊！哎，袂去啦，袂去！我咯，你去啊！你做危险的呢，你袂用去啦。啊！你都甲陈明辉害你的代志，拢甲警察讲好清楚啊！我袂用甲警察讲的啦，我若甲警察讲，伊安那？啊？今仔日来遮甲我恐吓的，伊讲吼，我若是甲警察有袂讲啥吼，伊要甲上课甲玉琪害到死呢！伊来恐吓你，嗯，你惊伊，我，所以伊假做袂记哩，我，安尼你就放伊线对无？我才无咧惊伊嘞，我绝对袂放伊线啦，我是无爱伊伤害到上课甲玉琪的。阿美丽，好好，阿吉良，咱有同款想法，咱就想一个办法来对付伊，好无？
安娜，安娜，安娜，啊，你不要跟我合作。好，我来找警察。啊，麦啦，麦去找警察啦！你哪里找警察？还伤到跟勇气的无命呢？啊，勇气不到内面，搁有囡仔呢？拢总算个三条人命，袂用的就袂用啦，你莫惊我啦。我来找警察咯。啊，麦啦。安娜。啊，好啦，好啦。你讲啦，看要安怎做啦。会已经顺利到东京湾庄上船了。果然啊，平安倒转来归人港，安尼一公斤就几落十万的利润，哈哈哈！哈，罗青雄是要算啥？到时就敢那输啦，哈哈！要甲我安怎比？是我找住，你那人在艰苦，我教你拍偌早，你也是。啊，麦当，麦当，什么麦生气？你哦。我袂来，我袂生气，我是唔甘啦。伊安尼闹进路还袂清醒，唔倒出发生代志是变哪样？哈？我袂闹，我袂闹。吴老，你今晚要创啥？你太有气氛啦，吴老。我讲，等你来村里去山顶静养，我这代志也处理好，再陪你山顶种水果，啊？有影。细腻，较细腻，莫咧拍白走。啊，是阮的心情，是阮的过去，你爱看好伊明。推开记忆的门，我在心。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找金莲吗？啊，他陪我妈到台北去看若水了，他今天会晚一点回来。那你要吃东西啊？我今天有点事情，我要提早打烊，你明天再来吧。不是，我约了一个朋友在这边见面。店里面。哦，是他指定说要约在你这个地方了。这不太方便吧？我这里没关系啦，拜托拜托啦，这样子好不好？那你先回去，我跟他在那边谈，谈完之后我把门锁好，然后再把钥匙交给你，可以吗？可是这个，
啊，这一下啦。好了好了，那我有点事，我要先走了。这是钥匙，你要锁好。好好好，放心放心。一定要锁。我会了我会了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再见。爸爸，哎呦喂呀，难中啊！你是去用鬼拍到啊，是无？啊？啊不，你的面哪会变安尼啊？敢那画符啊？啊，符！你面搁点啊，过几过来？我想讲哦，查某人。手尾头会遐尼重，啊！但你一个好好的查甫人，那都爱嫁做查某鬼啊！啊！啊！查某鬼，哪有你这个无情遐歹，遐恶毒啊！像恁头边娘艾美丽哦，啊，都是好无情，为楼顶扫来楼脚，搁较等下去你山顶诶，哈！那参像伊款黑色吼。想过下前去，去了等在山边啊，予狗无哦，狗都歹皮啦。讲啥呢？哦，我的人呢？哈，就是这个手，迄天暗时啊，甲我算暗棍啊，就是用你这个垃圾手。嘿，当阿明辉，你敢是查某人啊？啊，敢会晓欺负查某？啊，顶个是艾美丽。啊！这个又搁见苏和这个面来搞见面，你讲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我要创啥嘿？我爱踮咧倒遐见面吼，迄是我的代志，我足自由的，我无需要甲你解释。你免解释啦，我甲你讲，讲苏和这个名，恐怕你永远都无机会通提起啦。好啊啦，免搁踮遐讲遐有诶无诶啦。啊！你咧电话中讲，你要代表上国来甲我吹俏代志上，无对。上国已经甲所有代志拢交代好啊。伊人即马伫咧山底静养，为即马开始，我会代表上国。所以啊，你的船若到，你甲时间甲地点，甲我通知就会使。讲甲嘴角全破了了。你是有法度通我代替罗青雄来甲我讲代志，啊？你有法度将迄挂货安全交来我的手来啊无？陈明辉，我讲会到，我做会到，但是，我爱你先将 Yuki 安全交还我。Yuki 交还你哦，你卖过戆啊啦！既然这样代志，即马是你来负责的。那是安尼，除了尤其以外，都爱搁加掠两个来踏开。加掠两个，什么意思？万一这项代志你若甲我出差错，除了尤其一死两命以外，公司和因母仔囝的性命吼，同款算算惨惨落去。公司，我该安怎？要搁讲心来讲者，讲者讲到多声来讲看麦，讲看麦。阿祖，你若是敢搁对我动手，我马上叫公司和店在你的面头前永远消失。阿祖，哼，我有法度通我将你招输入来，小小一个查某人，我同款有法度用船甲抓出去啦。我跟你说，公司和吼，过来都爱在东京陪人洗温泉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吴龙啊，卖气啦，你唔通参像我亲像我，一不加做，结果就失去心爱迄个个啊，我爱较细腻的，唔通参像偌亲像吼，同款的效果吼，永远你都找无公司啊！
讲，爱人若决心要甲你来离，你若有才着袂伤悲，好好来送阮来离开。若是听讲爱人要离开，你着毋通来哭几暝，怨叹伊无在念你的心。煞无一个真，你嘛不免太过伤心。一世人无要搁讲感情，若是恋的心情，是恋的过去，我嘛看拢袂清。爱情的痛苦，阮犹原有梦境，心肝只剩寸冷冰。若是恋的心情，是恋。Oh.